好，歡迎翻嚟第二節嘅動漫無雙，我哋繼續呢個 CV 前瞻啊。咁啊，補充翻一樣嘢先，就係頭先講漏咗啊，就係唔同嘅 figure 商啦，即係下散一堆啦，即係呢個 Elta 啦、GSC 啦、即係 Good Smile Company 啦、Mass Factory 啦、Wooks 啦、Meet Medicon 啦，咁呢堆亦都係過往嘅，亦都有展示嘅。咁今次亦都有展示，咁但係今次就未講有冇限定商品，因為之前有一屆咧，佢就攞咗一隻 WF 同步嘅 Saber Lily 嚟賣嘅，咁今次就唔知啦。嗯，系啦，当年啦，每年 CV 佢嘅活动啊，都系重头活动。系啦，咁啊，今年啊，简直系今年嘅 CV 咧，香港厉害到就吸引到呢个日本啦。咁日本有时都会有人嚟嘅，台湾啦，最主要系台湾都有嚟组团军炸咧，呢个简直系 CV 少见啦。系啦，咁啊，甚至可以话香港嘅有关动漫展时候，从未有试过嘅活动。系啦，咁啊，当然咁啊，我哋介绍咗先嘅就会系3月11号啦，咁就点解调转讲嘅？唔系由头讲到尾嘅咩？我都得由头讲到尾咯，我哋由头讲到尾，唔好咁跳啦，好，好搵压轴啊，真系，嗯嗯，嚟啊，好，咁第一日啦，开场9号嘅就当然系京都京都戏话系礼拜五嚟啦，听到礼拜五绝对唔需要担心话，哎，我要翻工，我要翻学，我唔系嗰啲考试嘅僆仔 study leave 咁点算咧啊？我冇有冇俾得请假？唔紧要，因为大会公读系非常之贴心地咧，将大部分嘅舞台活动咧，喺第一日咧，即系礼拜五咧，系安排咗喺六点后嘅，所以第一场系京都戏话。第一场都问，第一场六点正，如果六点钟收工咧，就你哥就请。唔紧要，有啲人湾仔五点半收噶嘛。哦，咁你入到场要排埋条队噶，大佬。咦，你讲紧系某一位主持，似乎系。咁啊，京都戏话啦，咁下昼六点正嘅，系啦，咁啊，个创作监制啊，平田之咧就会系都会嚟埋现场嘅。同埋呢個動畫男女之外就分別丁公同埋阿凌川啦，如果有興趣嘅都可以嚟睇下嘅都。咁啊，佢好似話有一啲相關嘅周邊啊，咁嚟發係抽獎啊，係啦，之類嘅都。咁其實都會係一個台上台下互動性比較高嘅嘢，同埋另外一樣嘢其實佢講到嘅時候，因為係作品嘅製作過程啦，咁可能話聽過動漫製作歷史嗰集咩，咁都會知道略知一二。咁但係呢、這個可能話比較老式嘅製作方法啦，或者可能話一啲過去可能十幾二十年前啦。咁但係而家嗰個製作方法究竟會係點呢？即係仲會唔會係一沓原稿，跟住喺度不斷喺度揭紙畫、揭紙畫、揭紙畫咁樣複印咁樣疊疊咁樣嘅呢？啊，電腦方面嘅配合又會去到點樣呢？監督嗰邊度橋又會係點樣嘅呢？嚇、啊，呢啲唔好以為係電影啊或者係度劇集嘢嚟嘅，究竟動畫方面其實係有幾複雜嘅呢？咁啊可以絕對了解一下，因為作為一個京都動畫啦，呢、這個唔少嘅高水準嘅動畫啦，即係包括呢個 Key 社三神作亦都俾佢做曬出嚟啦。嚇、啊，咁當然啦，咁啊 Lucky Star 都係人氣作品嚟嘅，咁但係製作過程係點嘅呢？咁我諗大家 fans 都有興趣想知道嘅。係啦，咁啊跟住就係呢個七點半啦。夜晚咁就係呢個演唱會就係石川智晶啦，第一 round 嘅演唱會啦，係、這、啦、個。咁啊，佢比較近期嘅歌曲，咁啊當然係有呢個神讓 Dom 嘅片頭曲啦，呢、這個不完全言笑，個人係非常之喜歡呢只歌嘅。咁佢亦都有啲舊歌嘅，咁譬如話其實都唔係舊歌嘅，即係比較上年唔係上年嘅歌啦，譬如話即係之前嘅一套歌《Gundam》啦，《機動戰士》《Gundam》《Double O》嘅 ending 係咯，例如嚇《戰國巴沙華》啊，咁佢亦都有參與演出嘅。嗯，係啦。咁但係佢嘅風格都係比較點講啊，聲音比較厚實啲嘅，所以都係絕對值得一聽嘅。大家唔使驚放工講唔切過，因為佢係七點半舉行嘅。係啦，不過就得一場，咁跟住就因為第二、第三日咧就會係轉其他人㗎啦。咁啊，我哋啊，第二日啦，第二日就開始啊，真係多啲活動啦，係啦，開始啊正常啦，真係可以話係。第一出3月10號下晝4點正嘅就 Tiger and Buddy Special Top Show。咁啊 ，Top Show 呢方面嘢不嬲就係 CV 嘅慣例嚟㗎啦。咁、今次打頭陣咧就變咗 Tiger and Buddy。嗯，係咁，分別係呢個主角配音嘅森田誠一同埋製作人美琪亞之兩位上台。主角係森田誠一咩？唔得咩？打睇你高手關係咁咯。唔係苦涩嘅咩？应该唔系，我同你，我同人讲噶。Tiger X Buddy， 所以 Tiger 公 Buddy 受讲完。咁呢个就由翻父女嘅个人探索啦，亦都可以当时可能大家台下发问问下制作人，究竟边个先嘅咧？咁当然啦，除咗声优演绎之外，其实因为佢系声优方面啦，亦都制作人方面嘅同时会出嚟，咁所以就喺亦都会有一啲唔同类型嘅分享啦，即系譬如话配音方面啊，或者制作方面嘅一啲趣事。咁其实过往方面其实好多都有，譬如话即系等于话过往，譬如话 Mark Cross 嘅 Talk Show
江端李沙喺度講點解蘭卡呢個頭要係咁樣呢，原來係諗住一個狗仔嘅設計喎。咁其實泰加人賓尼入面點解要叫泰加人賓尼唔叫其他嘢呢，因為大家都知道一賓尼除咗兔仔之外可能又要兔女郎㗎嘛，係咪借代咗啲攻守關係入面呢，咁大家絕對可能問返製作人㗎。咁其實你話，因為本身泰加人賓尼啦，其實準備而家都係籌備緊第二季㗎啦。咁其實有日本音舞台劇做啦，係啦。咁其實可能有機會都會睇到一啲就先行片段、先行嘅片段或者預告啦。咁都可能會喺依個活動裏面有睇到嘅。咁跟住啦，就係五點鐘。五點鐘亦都係厲害嘢嚟啦。嗯，野中男好問啦，一定講呢句㗎啦，就係、是、野中男上台啦，就喺度。咁啊，依、這個就聲優 talk show 嚟嘅，應該就會係咁啊。計上年嘅跟抌嘅，我爸爸都打過我演繹嘅古曲詞。嗯，係啦，咁啊，今次係野中男啊，會演繹啲乜嘢呢？真係唔知喎，唔通咬住個蘋果上台做下功課先咯，大家。唔係，可能好似上年古曲詞咁，要喺大台下要求佢做邊個角色咁啊？所以咪要做功課咯，絕對係要做功課噶啦。咁啊，如果呢啲咁講要講古怪角色嘅，會唔會應該係講佢喺呢個電波女精槍男入面嘅 Ariel 係咪演出呢？唔係，就 Hook 得㗎啦。海星啊，流星攻擊啊，你咁就要整粒木黑嘅星星出嚟先得㗎喎。係佢掉你嗰陣時係。咁啊，跟住就會係六點鐘，就會係 Anisoft 歌機嘅 Super Life 嘅第一夜。呢個就厲害啦，因為四位壓陣啊有。嗯，咁有呢個洛林啦，有呢個美香阿琪啦，有呢個米倉千尋啦，同埋菲蘭嘅，咁應該係未試過同場，因為就算係過往嘅，譬如話 Jam Project 嘅，咁其實大家都會成日見到嗰幾位啊，咁佢都係加埋呢個橋本啫，咁但係呢四位應該就未試過同台啊嘛，感覺上。主力都會係高達哥嘅，應該都會係，冇記錯嘅就會係。即係譬如話過去好似去年定再前一年都有一次高達哥嘅演唱會㗎嘛，咁但係如果大家錯過咗嗰次呢或者呢個手緊問題所以去唔到呢，咁今次可以大家值得嚟排隊重溫下啦。咁另外啦，其實而家都仲未知嘅，其實因為所以我哋都估算唔到，就唔可以為大家估算，就係佢講呢點鐘開始，但係冇講完結時間嘅。呢、這個比較特別啦，真係唔知啦。係啦，所以呢就我哋就真係都估算唔到究竟係有幾多首歌。但係嗱，如果以返過往嚟判斷啦，咁如果上次嘅人數比較多啊，咁可能話每人唱一兩首啊，咁然後再有大合唱，咁其實最少就都超過一個鐘嘅。如果我估計啊，呢、這個我不負責任估計啊，咁就通常都應該係個半鐘嘅。唱一首加埋一台下反應啊，可以又可以交流啊，傾下偈啊，例如通常都會嘅。其實因為如果照翻呢個慣例，其實就交流應該就冇咁嘅時間嘅啦。其實唔係啊，我話飛眼鏡嗰啲啊嘛。唔係啊，交流係呢個影山大叔啊，或者呢個遠藤正明喺度嗌嗰啲咪交流咯。O、okay, K， 大家一齊唱哦，係咪講啊？交街界係咯，不過啲上年嘅。係啦，咁啊，跟住就到禮拜日啦，禮拜日啦，首先就十點半，係啦，就呢啲，係啦，咁啊，四位嘅聲優啦，就會嚟到同我哋表演嘅。七心中 Colacubo 咁呢個組合啦，咁當然就係、是、如果有啲 Yuli 就好似呢今季好似呢個場入面好似冇咩特別連埋，好似話係就係冇嘅。咁啊，但係四位聲優啦，其實我諗比較大家即係如果冇睇嘅話，比較大家會認識嘅就應該係津田未波嘅，就係、是、喺四位裏邊資歷比較深啲嘅其中一位嚟。咁始終佢係四位面功力比較最好一個，係，係啦，咁啊，即係上年就係呢、這個羅莉偵探啦，係，哥德偵探 Milky Hong 哥德，必須要承認嘅呢、這個事實，係羅莉偵探嚟嘅，但我覺得呢、這個今次要呢 Yuli 係好過羅莉偵探咯，定係？兩睇啦，睇你中唔中意啦。你唔記得咗上年我哋都要喺台下都見到好啲瘋狂嘅痴子姐喺度跳舞嘅咩？真係，你唔擔保今次嚇？今次可能係其中一個。你係其中一個啊？咦，咁我認定你先㗎喇喎。係啦，咁啊，跟住就係 CV 裏面最轟動嘅一個節目啦。或者可以話常駐的壓軸。阿老客啦，學心定志。係啦，就係、是、呢個 Arcade Annual。我哋唔係等咗一年，我哋係等咗12000幾個唔知幾多分鐘。12000再加12000再加12000。係啦，咁就係呢個 Talk Show About Arcade Annual Evalu 啦。咁啊，除咗何心正志之外啦，咁啊，佢係請到其中一位嘅主角，係女主角花澤香菜。其實呢，女唔女主角其實我有保留嘅，其實去到而家嘅劇情走勢嚟講，係咪真係女主角呢？唔係啊，你都似我的翅膀啊嘛，打集睇囉，冇嘢㗎。
嗯，係啦，咁啊就會係阿花澤香菜啦，就 Jessica 係啦，就會嚟到香港。花澤香菜應該第一次有海外嘅活動。係啦，即係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啊，花澤嘅負責公司啦，其實幫佢接觸係接得幾多下，而且都唔揀 job 接嘅，其實都係，所以其實基本上大家都開頭都覺得非常之注目，就話冇乜機會可以嚟到去其他地方，最有機會嘅啲人都覺得可能係台灣嘅，但係估唔到就嚟咗香港先，所以人哋過嚟組團咯，就台灣嗰邊嘅人咪組團過嚟咯，冇錯啦。同埋因為啦，其實大家點解日本同台灣嘅人會組團過嚟呢？因為就算你係日本發賣嘅啲產品咧，嗱首先啦，唔同店會有唔同嘅特點。咁其中有啲店呢，即部分店通常大概係三間左右，咁過去譬如話 Anime 即係今次亦都有嚟展示啦，咁佢賣嘅嘢呢其實會包括咗張抽獎卡嘅，咁然後嗰張呢就可能抽下睇下你有冇機會出席呢個花澤香菜嘅簽名或者阿 Keeper 握手會嚟㗎，握手會咁、但係呢雖然成日都可能會有，咁但係花澤香菜嘅過往嘅商品有握手會類嘅嘢應該就不多於三次嘅，咁但係咧，亦都要抽嘅關係咧，所以好多人應該要撲過空㗎啦。咁但係如果今次香港咧，可能有一個更加高嘅機會可以見到真人啦，同埋可以有落到簽名咧，所以都可以吸引到台灣同日本人嚟，這個就係嗰個原因啦。係啦，咁啊，基本上其實本身啦，即係達阿 K 同 F 路啦，咁啊，其實就以呢個香港做呢個背景㗎啦，新香港唔係香港。香港有舞台啦，總之係一萬二千樓嘅香港啦，總之係嚇。係咯，GTA 都係啊。嗯，咁啊，其實上年何心都即係介紹過一啲嘅原畫啦，其實就有啲嘢宣傳片啦，係啦，即係不同打開件衫咁樣嗰啲咯。新作。唔係咁啊，其實我諗今年其實可能啊，台下嘅都可能有啲觀眾其實都睇過幾集啦，咁就可能都有啲問題想問下何心嘅。咁啊，點解唱個香港搞成咁樣？唔係啊，算好㗎啦，冇人著唐周文流邊咧，已經好客氣㗎啦。香港無限權，大家要知道係絕對可以問。哇，對比翻喺呢個九十年代至高達。東方師傅一拳打起棟樓嘅話，無限拳可唔可以一拳打穿香港呢？反而話，如果呢個咧，我有個問題想問嘅喎，反而係佢究竟佢將究竟佢哋阿 K 阿陽嗰邊佢哋嗰個島究竟係屬於佢定位係邊個位置嚟嘅咧？其實係其實咧，大家諗咁多嘢咧，其實過往何心嚟講阿 K 阿陽嗰陣咧，係講過話佢係 CV 嚟做依 talk show 啊或者有關活動嘅時候，同時間係有去考察嘅。佢過往係講過佢係有上而上太平山頂㗎。而上年嘅話咧，就係佢都係帶曬成 team 人過嚟香港去做考察嘅。所以絕對大家可能 Aquarium 後面部分會見到佢哋上山頂，啊旅遊勝地啊，跟住係咯。咁啊，至於花澤嘅話，就因為其實之前啦，其實開頭就活動係四點嘅，咁啊而家改咗做一點鐘啦。嗱，講起花澤，其實有個不負責發言嘅，係咩啊？因為以下言論我哋不負責任嘅，只屬於你個人講嘅。不負責又唔係只屬於我個人嘅小道消息啦，就係、是、有關方面有啲部分嘅資料方面見到咧，就係、是、有花澤香菜最新喺2月28號推出嘅年曆嘅嗰幅相。咁但係會場有冇得賣咧，係唔知嘅，暫時冇公布嚇。所以依個就係比較吊詭嘅地方啦，所以絕對有機會可能喺會場有佢嘅嘢賣，然後俾佢簽嘅，咁但係依個就唔知啦。係啦，咁啊，即係當然有，都仲有一啲好小道嘅猜測，就話改做一點嘅話，係咪就係因為之後可以 suppose 有簽名會咧？小道話係有，但係佢話個條件就係你要喺翻相關嘅 counter 啦，即係基拉嗰邊買商品，咁就可以有啦。咁啊，當然我哋而家喺我哋錄音嘅時間啦，都仲未有呢個官方嘅公佈，到底有咪真係有呢個簽名會咧？正確啲講，未有呢個 100% 嘅白紙黑字公佈。嗯，咁大家就拭目以待，或者狂收風啦，24小時 online 啦就。啊，咁啊，當然其實 CV 其實喺 Facebook 度佢嘅資料流量都好快嘅，其實都咁啊，好啦，跟住就到三點鐘啦，都係跟住就係真係聲優嘅 live 嘅表演啦，就係、是、森田誠一同埋野中男啦，即係如果星期六去唔到嘅，唔緊要，星期日仲有，即係黑騎一户大戰恆子。嗯，咁但係兩位其實嗰兩個有冇啲咩對手戲之前係做過？哇！你突然間問起我，好似冇乜。你突然間咁問起我，真係唔係好記得。我記憶中就好似冇嘅。係咯，森田誠一係冇咁多嘅喎，記得。森田誠一比較少，係啊，佢少動畫作品嘅，佢遊戲作品就好多。嗯，啊、所以你話佢兩位正大調翻轉野中男就好少接遊戲作品嘅。
所以基但就算係接都係接 AVG 作品，森田誠一就好多唔同類型嘅 game 都會有，咁所以對比下兩位嘅交集就比較少嘅。咁但係其實佢都講到啦，佢話經典對白嘅重溫嘛，咁所以其實佢大家可能會唔會點互相調轉反串咁演繹翻對面嘅角色咧，係絕對有可能㗎。嗯，嗱，你諗嘅啫。冇嘢㗎，咁可能佢都係死神啦，你唔俾森田寫出嚟咬蘋果咁咩？唔係扮流蝦咁扮 QB 啊？扮 QB 就冇啦、，QB 唔識耍劍。咁啊，跟住啦，就會係 Anisoft 歌機嘅 Super Life 嘅第二嘢啦。咁啊，照樣都係律林啦、美香啦、係啦、阿族啦。道理上應該就會唱另外一對歌嘅。真係唔知啦，真係道理上啦，我講理論上，如果佢今日其實未必會排得到咯。其實咁咪就唱嗰對咧。我覺得即係可能星期六嗰晚。我覺得我通常呢啲演唱會啦，我諗係正式。排序方面的歌呢應該是差不多的，可能十首至十一首應該都是一樣的啦，是之後可能是 encore 環節啊，或者是前半後半他們合唱的歌啊會不同，那我想中間那些就應該未必會不同的啦，因為始終沒有那麼多時間，其實你兩日你那麼又不是隔得很開，那練歌都要時間的。咁啊，所以我覺得就應該就大致相同嘅。咁啊，可能係啲小節就係真係好似頭先咁講嘅 encore 位啊，或者合唱位嘅話，就可能會唱唔同嘅歌啦。咁啊，講翻另外一個先啦。嗱，頭先我哋有樣嘢應該未講嘅，其實就係大會方面仲有一個 mini stage 嘅。係啦。通常都會係喺個場嘅最左手邊嘅。咁佢過往咧 mini stage 主要用途都係做一啲簽名會嘅。咁已公布暫時資料咧，其實。就最早公布啦，例如即係各村方面就係有跟抌嗰個鋼彈神啊，即係一套 SD 搞笑作品，係不斷喺度 cosplay 跟抌嘅作品嚟嘅，嘅作者嚟簽名嘅。嗯。咁當然啦，你好似要買兩本定三本啦。咁當然啦，另外一個有公布嘅就係呢個野中男同埋呢個森田誠一啦，咁各自係你要買呢個 mousepad 啊，同埋 file 嘅。咁但係過往嘅經驗啦，就算你買呢個古谷先生嘅。Mouse 同 file 咧，上啲嘅 file 啊，好似都係幾廿蚊嘅啫，嚇唔過五十蚊嘅。我四十蚊，我記得四十蚊，四十蚊。我記得係好抵玩嘅，嚇咁所以大家係絕對係可以，絕對係呢個簽名係好容易換翻嚟嘅啫。當然啦，未計入場費啊。咁啊，當然啦，其實簽嗱講起簽名嘅話咧 ，CV 一向嘅慣例咧。都唔係好限各位究竟係拎啲乜嘢去俾佢簽嘅。即係譬如上年天神英怪嚟咁大家攞下模型嚟啊咁啊何心啊嚟啊咁啊有啲人攞有成十本書咁就衝過去啊。加床啊全部返咗出嚟真係。係啊嗰人坐喺隔離啊。咁啊唔同類型嘅嘢佢都有得簽嘅。咁所以就有別於部分嘅展覽可能話限咗一定要簽簽名版啊或者係當時發賣嘅商品。所以大家自由度係幾高嘅。基本上其實我覺得 CV 嗰個商品嗰邊通常個好處就係你就算你冇帶嘢入場都好啦，你喺現場都會買到啲相關嘅嘢，總會有得簽嘅。你有帶嘢仲好啦，等人哋知道你，哇！你幾有誠意嘅啫。記得有年何心簽嗰陣，何心見到份嘢 O 咗 O， 望翻上嚟，哇！點解你有啲咁嘅嘢咁？咁呢個人就坐喺邊咧？嗰人坐你隔離，都係嗰個人嚟嘅。係，繼續。係啦，繼續啦，我哋咁啊。今年就第二年啦，咁其實當然 CV 就有三屆啦，咁啊根據佢嘅官方嘅承諾係啦，咁啊今年啊第二屆，咁啊上年就啱啱就因為啱啱好日本地震啦，咁就咁但係嗱地震佢今年嘅周年地震當然對日本嚟講係慘事啊，咁但係地震相關佢亦都有個震災活動就係、是、原畫即時攞嚟買啊嘛，咁今年會唔會有即時嗱揮毫啊，年年都揮毫噶啦，咁但係會唔會又係攞嚟震下災或者攞嚟？唔係，今年佢一週年啊嘛，記得係嗱。上年嘅話咧，阿何心個何心同江端嗰張原畫，即直畫嗰張畫咧，找數我收到封，即我聽到嘅話咧，應該係八千幾蚊找數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勢力人士或者有錢人士，不妨多攜現金準落去。但我聽到簽卡得唔得啊？唔係喎，我驚何心又畫翻嗰部機喎。今次話 Alien 啦，點都好話。好難講㗎，又話 Marcos 冇啦。一模一樣啦，我驚真係。暫時算唔算咁多啊？暫時算係咁多啦，其實你話其他嘅嘢，咁我哋之後
若然收到啲咩嘅可靠嘅消息啦。係啊，因為我哋呢度全部講嘅都係要 100% 準確嘅，除咗嗰啲咩個人揣測嗰啲例外啦。係啦，咁啊有如果有更加多嘅消息嗰陣時候，我哋都會喺個 blog 度做翻公佈啦，或者 Facebook 同步啦，盡量。咁當然啦，大會嘅 Facebook 都好快嘅。係啦，咁啊其實同步嘅話，其實我哋今次我哋做唔做咩啊？我哋做唔做 Facebook 呢、這個即席嘅 upload 啊？唔使你將 Facebook 嗰條 link 誒咪咩好似有曲咁啊剪過嚟咪得咯，正單噶啦。Facebook 哦佢哋話佢啲即席嘅相啊，哦得冇所謂。係啦，咁啊盡量又可以俾大家有馬爾會搞掂佢噶。嗯。我冇嗰個 update 嗰個地球嘅未來 ，Superstar 靠你啦！我冇嗰個插頭啊 ，Superstar， 所以我死都係堅持唔買咁解咯。係啦，咁啊，其實除咗你話活動以外啦，咁其實今年 CV 都同好多其他嘅鋪頭合作啊，都有啲咁啊，好似就和文啦，買嘢食有嘢抽300蚊，抽十個簽名，但係咩簽名呢？唔知㗎，係咯，我哋都唔知道。和文老細簽名咯，唔緊要嘅，有現金券俾翻你嘅都有。係啦，咁啊，各位唔係賣廣告啊，真係想嘅咪努力啲食和文咯。和文退食啊，啲叫做努力啲和文咯，退食啊，總好過食 M game， 總好過食 Burger King， 同愛花一齊就算。嚇嚇嚇！不過嗱、最後部分啦、啊，係、啦，講一啲即係。呢、這個就唔係小道嚟嘅，呢、這個其實就係點講啊？酷和未來眼啦。咁其實今次沙機嗰本嘢咧，就如無意外，呢度呢班友都好入手嘅。咁但係咧，大家知佢知道啦。呢、這個講笑講頭先，我哋講個原畫入邊係點嘅樣啦，大概嚇。咁、圖圖可以擺一兩張上嚟嘅嚇，大圖可以擺一兩張上嚟俾大家睇睇。咁大家知道值唔值得買㗎啦。咁但係咧，絕對係嗰本 Marcos 嘅，因為嗰本亂就算係亂嚟飛翼，但係入邊係有。Marcos 同 Aquarium 嘅 Crossover 核心入產品㗎，咁大家估下會有啲乜嘢係可以玩到12000年嘅呢？嚇、啊，依、這個係其中一個有趣嘅地方啊！咁另外亦都有好簡單啫，大家如果有睇劇場版嘅就知道阿雷陀可能飛咗過去啊！另外一方面呢入面亦都有啲好得意入面嘅作畫亦都有啲唔同類嘅看點啦、即係例如做機智嘅天神英貴筆下嘅阿洛陀究竟係男子氣概成點呢咁、所以其實呢一本嘢呢就不遜於過往嗰兩本嘅威力亦依然強勁當然啦佢封面嘅作畫其實大家可能咁樣睇太細啦如果大家睇個 close up 啲或者攞個本嘢實手喺手就係、其實蘭卡呢個樣係有少少唔知乜嘢咁挨住 Shelu 噶，咁亦都可以做一個非常之好嘅 GL 封面嚟噶。嗯，係啦。所以大家就詳細就自己睇入邊啦嚇。冇錯啦，咁啊最緊要啊，最後提醒大家啊，帶足錢。依本嘢唔貴嘅，日本嗰邊賣2000円嘅啫。咁仲有好多其他嘢噶嘛？係咯，你唔係就賣本嘢噶，三。嗱、調翻轉喎，嗱過往就有掛有前科嘅，就係、類似 event 之前咧嘅嘉賓咧，就應該係早一日。或者早幾個鐘頭落機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就曾經試過一兩次咧，佢哋落機之後咧，第一站就唔係去會場嘅，第一站咪去睇香港有咩地方有我啲嘢賣啊嚇，信我咯，係噶，係陳係有嘅，係即係我哋僅提供上年嘅資料啫，不代表今年嘅立場嘅。但問題嗰時又唔止上年嘅，但係佢哋行街都大家會就算動漫節嘅嘉賓，佢有時有啲都會係咯咩食燒肉包，佢都講噶，我哋食燒肉包先係啦。唔係啊，佢哋真係去信和，真係信和嘅上年係有嘅，上年係有嘅。咁啊，當然我其實就好，你唔會咁樣去撞嘅，即係咁啱你去信和，你知咩嘅啫？唔係啫，舉例啫。如果你哋真係你排通宵，我寧願你守喺信和度好過啦。死守信和。決死守信和戰狼300等花澤哇勁係咁啊大家記得星期五咁就呢個3月9號1點鐘總時衝入去冇錯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嘅介紹就呢度啦咁我哋之後嗰集亦都會做返一個賽後檢討嘅係啦咁今日時間喺度先我哋下集再見拜拜今日時間喺度先我哋下集再見拜拜今日時間喺度先我哋下集再見拜拜今日時間喺度先